车门风声响老命，这是有命。是我母啊！我明明都把你救出大了，可是我是怎么救的？阿兄啊，死去的，你都没有死去啊！天，都是我母啊，兄弟害死的！老弟，大家都知啊，那个时阵情形真危急，根本无可能去注意到后边有啥嘛。别怪你客气，好不好？志环，这个代志大家拢认真滴，真正袂当怪你。都是靠张顺义啦，咱的计划原本拢就顺利的，若不是伊走出来，甲出来这个下死，即摆出来这已经自由啊，伊才是凶手啦。张顺义才是害死我俩凶手。我全部死了！冲下！我看你！老李，张顺义，这是钓竿的贼案吗？我听我讲，今仔日上好面拢是外面，今仔去找伊是啥事？你知无？就你啊！出来前也是知影，伊嘛无希望，你也去送死啊！无唔对，张顺义这人真奸巧，而且伊做人阁真残忍，真无情。你若真正要去找伊，你最好是做好万全的准备。这番，今麦上重要的，就是让你心情较平静，莫袂记得。有阿娘，需要你去安慰的。我谈到啊，我甲我娘讲。我一家伙真紧就要团圆啊！我真是要来向伊交代。静怀，你莫阁自责啊！你想看卖，至少恁阿爹，伊是死在恁阿娘身躯边，我相信心内一定会感觉真安慰的。人活在这个世间，本来就有真侪责任要担，你阿娘就是你的责任吗？所以你一定要坚强活落去，安尼才会当让你阿娘挖苦，知影无？老李，老李，你听我讲，你一定要会记哩，你答应你阿爹的代志。姐姐，啊！我要做一个查甫囝，做一个查甫囝，得去你阿娘身边，我来照顾伊。顺哥，那呢，我先离开，告辞。顺哥，三娘，啊，你来看。三娘，伊迄份了，有较好无？有啦，但过我若一困去，就做噩梦，根本就困袂落眠。哦，三夫人，你可能是着惊啦，才会心大气去。我回来啊，给你开一挂安心药啊，叫人送来给你吃，安尼比较会较好了。亲家，多谢你啦。啊，不过我目睭一闭起来，就想到迄走路，把迄植物的皮挂落来画面。美人啊，这个你真正叫吓惊着了，所以你困袂落眠。明仔我叫这个秋萍啊。
带去庙拜拜，顺便收一个囝，哦。蛮好啦。啊，秋萍呢？秋萍还没回来。哎，秋萍，秋萍，你先坐啦。啊，秋龙辉啊，啊，你要算不？秋萍，你唔要紧讲话。这不是外汇，这是出来结婚。春来借爱会，春来借爱会，伊人敢是伫大楼内面？春来就是啊，伊就是伫我面头前。秋萍，你是莫哭，你紧甲我哭，春来借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是啊，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即摆人伫倒位啦？秋萍。好春来是安怎死的？春来姐，伊想要丢水，用钱吓死的。是啊，秋萍，你感觉得春来姐真正死啊？伊就是伫我面头前，啰嗦。阿兄，我真正足想要救伊，啊，不过我一点仔办法拢无，我真正感觉足无路用的。我，小半今嘛一定真烦恼，我来赶紧转来找看卖。阿爹，我跟你走一趟去。老婆，别，今日抓高伟登，厝内还有真侪代志需要你发动。我方阵代志你免来烦恼，紧等。阿辉，你今日看阿婆你啊，你留我伫咧。好。阿爹，新哥，多谢你。紧等，紧等，我，爹，进来，我送你。阿爹，阿爹，我就听。想要你买休困者，给你买休困，乖。庆华，秋萍今嘛心情一定真歹，我去安慰伊。秋萍，我有代志要问你。我听嘛，想要休困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听嘛，想要休困，我想要跟你讲话，敢会用？你是无想要跟我讲话，也是唔敢跟我讲话？你老实讲，是安怎何春来死在你的面头前？是不是迄个何正欢？又搁甲你高高低，叫你带伊去看伊阿爹。阿娘，是毋是正凡带我去看伊阿爹，敢有遮尼重要？即摆重要的是春来就死啊！你敢知影正凡伊有偌艰苦啊？何正凡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无，伊阿爹是死是活，伊偌艰苦，拢甲我无伫台。阿娘，你哪会当遮尼无情啊？我是烦恼你，我
无希望你甲侯正煌有任何牵连，因为我无想要你因为伊去惹着麻烦。我会惹着麻烦，拢是因为你啊！你是咧讲啥？你无想要我甲正煌做伙，你就摕春来石出气，春来石伫咧家落内底破病这么严重，你嘛不爱侯正煌去看伊。我不爱让伊去大楼看侯春来，你不是赶快带伊去？对，我是带伊去啊。啊，不过迄当阵，春来就已经急要死啊。建华无想要因阿爹死伫个监牢内底，想要将阿爹救出来，我当然嘛爱甲伊斗相共啊。你敢知影你即马咧讲啥？你哪会安尼胡白来啊？巧哥，是死罪呢。好建华安尼做，你竟然甲伊斗相共？敢讲你真正唔惊死哦？我有啥物好惊啊？非得你甲弟夫的关系这么好，只要你甲伊讲一声，安尼唔就好啊？我甲弟夫的关系，敢是你用个凊彩摕来讲的？我就是要讲，你敢做，搁惊人讲啊？只要你伫个弟夫边啊，讲几句话，要想我就我，要想死就死。春来姐，就叫你别死的。这是你第二摆拍我，对，我要给你拍个清醒。你若是敢搁无听话，继续要跟侯正凡做伙，我绝对动用我所有的关系，要跟侯正凡无路通行。你最好相信我讲会到做会到。我相信，我当然嘛相信，因为春来姐就是让你憋死的，你搁有啥物做袂出来？既然知影，你上好较离婚，卡输你若敢甲何正怀，无可能啊！不管你安怎恐吓我，我就是要甲正怀做伙。就算讲要甲正怀憋死，那安尼，我就跟你做伙死。秋萍，你别去等我呀！做一双鞋仔给春来，让伊一路较好行。鞋仔，鞋仔，你是要提啥？你甲我讲，我来提就好啊。小姐，伫这边仔遐。迄柜仔内面有一双鞋啊，迄是伫以前我目睭还阁看有诶时阵，我做互春来啊。我本来是想讲，要等伊出阁转来才互伊穿。不过我即摆已经等袂着，伊穿一双鞋啊。我来替劳力，好。怎么来呀？怎么来呀？
大猪团，是不是给阿爹救出？阿爹伊嘛袂叫张水清下死，我想法不好，我这还是阿爹，我这什么都挽留不到你。完了，水灵，水灵。 建环，你阿爹不是你阿爹，是我阿爹。建环，你阿爹，伊即摆已经脱离苦海，是你帮助你阿爹，伊脱离苦海。 建环，你听阿爹跟你讲，你阿爹，卡苏那不是因为你救伊出来，伊到即马一直在我伫个监牢内面，伫咧受折磨。卡苏那不是你救你阿爹出来，你阿爹有可怜到即马。 伊还阁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甚至是住喺咧孤单死伫个家楼内面，伊嘛有可能，连要看我最后一面都无机会啊！啊！你起来，起来，起来！你来，你来，你嘛真清楚。 大了一季，也是无偌久啊。伊伫大陆一工，拢是折磨。你奶奶讲了真对，伊即马算是脱离苦海。是啊，清华，你唔通再责备你家己啊！我相信，你阿爹已经感受到你的好心啊。 建环，你阿爹是伫我身躯边过身的。伊要过身以前，伊还阁有特别甲我交代哦。伊有讲，伊即世人吼，伊已经足满足的啊，伊已经无虾米遗憾啊，因为。 有一个足友好的好事，哦，是啊，千环，因为有你，你阿爹才有法度放心。千环啊，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阿娘需要你哦。 阿仔啊，阿仔啊，建环，真走起来。最近，甲恁阿爹有事办办的，互恁阿爹早一日入土为安，哈。
秋萍，振华，振华，我阿娘怕我，你讲没我，你讲我不应该替你去夹饼店。 你拢知影，你才会阁劝我。伊讲我安尼做，有可能会劝我判死刑啊。不过我唔惊，只要会当甲你做伙，我啥物拢唔惊。就算讲叫我判死刑，我嘛唔惊。是嘞，拢是我妈。 这点你得理。静华，你莫甲我讲实话啦，这个代志拢是我心甘情愿做的，这个当替你做代志，哎，我做啥我拢愿意。因为，我有答应过春来姐啊。春来，静华，静华。 你会记得，伫咧大陆咱去看恁阿爹的时阵，恁阿爹有讲过，伊讲秋萍，伊为咱何家付出足济，咱实在是足亏欠伊的。恁阿爹有交代，交代讲，叫你千万别去辜负秋萍的。我知影，静华。 今嘛安尼阿妈要交代你，你千万别去辜负秋萍，啊！阿伯伊，伊要让静华压力这么大啦。秋萍，阿伯伊，其实我早就甲你、甲春来姐，拢当作是家己的亲人啊。我嘛总想要代替静华，好好照顾你。 不过，不过，做了无好，所以春来姐伊才会。是的，是的。不，秋萍，你千万唔通安尼讲，你莫哭啦。其实，你为春来啊所做的，已经是超过一个新妇所做的代志啦。阮春来啊吼，伊拢有感受到啊，所以伊唔才一直希望讲，你会当做阮何家的新妇。 阿伯，伊，伫我心内，我早就是何家的媳妇啊！因为我答应过春来姐，我愿意嫁予静华，我愿意陪伊一世人。你讲的是真实的，真实的啊，静华，静华。 秋萍讲的是真实的啊！是啊，静华，假使讲这就是恁阿爹的遗愿，那呢，阿娘希望你都要用你的一生去疼惜秋萍，来报答伊对咱何家的温情，安尼唔才会当安慰恁阿爹在天之灵啊，吼！ 静华，啊，你来点点唔讲话啦？你有听到无啦？有啦，我有听到。好，秋萍，秋萍，啊，春来啊，伊即马走啊。假使恁若是要甲静华成亲，恁都要赶伫咧百日内呢。 我是想讲，安尼才赶紧，安尼你唔知感觉，唔知想委屈你无啦？阿妈姨，你莫来讲啦，就照你的意思，拢听你的啦，哈。啊，好，啊，头家，小姐。啊，我伫遮。啊，我伫遮。头家小姐，拜托的，是唔是当拜托？
您替静环去度假提亲啊？我当然嘛愿意。小婉，静环要参加我的后生同款，阮做时代去替伊提亲，这是应当的。只是讲，静环伊，静环，阿娘，静环，阿弟在想啥？阿弟唔得用功诶。身家立业，然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哈。春阿姐，你放心啦，你一定会看到的。希望你会当给我们情怀。我知影，我遵照阿爹的委婉。蔡秋萍，头家娘，爱得麻烦您啦，拜托您去度假替我提钱。啊，袂麻烦啦，一点仔拢袂麻烦。好啦，别管啦。我等春来啊，有事办好，咱来去度假，替静环提亲。多谢头家，多谢小姐，多谢你。脉的位置有确定了吗？就伫个这个山头，顺西南方的方向延伸过来的这个位置。廖美创在山中想要登顶无简单，也毋过这个位置因为离地表较近，拄好是上好会当登廖美的地点。那就好妥。这个代志一定要马上进行。伊是哈啦，田纳卡，你马上行动。以后你派人守在外围，不准任何人进入。是。是。阿哥，阿姆哥已经有人守在内底啊。是啥？刘万增就跟伊增加，伊无想要迁走，所以派人守在迄附近。你手头唔是有地契，那也不爱甲因赶走。我嘛就想要甲因赶走呀，啊！不过这就要动用到官府的力量。阿哥，你敢知影？迄朋友已经开始咧怀疑，咱甲规片山地拢甲买落来，应该是甲迄龙妹有关系。伊警告我，我若是动用官府的力量，伊就会顺耍甲地府甲因讲清个代志。我唔敢讲伊硬端硬，即一定唔敢行动。阿哥，因即卖已经守在附近啊，咱若是无赶紧行动，因就可能知影这个代志的。因守在倒位？就伫这所在。
这所在确实是离龙梅真近，真可能伊就发现咱的行动。队长，不如我们带人直接把他们给解决掉。那么，说实的啦，安尼我恐惊的会影响到咱白地里的行动。じゃあ、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以后，你派人制造混乱，引起伊的注意。伊是哈人，唐纳卡，你就趁这机会断粮脉。好，是。是较惊，绝对不是当量美丽上有钱。虽然这边是较袂，啊，不过地势较悬嘛，不是讲真理想。这台地势一日啊悬，搁一日啊低，啊，照你讲起来，当量美位置，你地面较近较对咧。当量美所在，应该是伫这附近啦，那赶紧找着。啊！你讲的长龙脉的所在，敢会是伫蔡华小姐岩顶洪水地啊？不是啊。李阿哥呀，既然龙脉伫咧这附近，假使讲洪断去，这几片地洪水是毋是都会改变？那安尼，敢会影响到头家洪水宝地啊？是啊，重要，这足重要的呢。啊，你看，敢会？假使讲咱的龙脉真正叫我们斩断去，洪水当然影响到，嘛影响到咱的国运。古仔讲，伊采用阿爹洪水地这么近，到底是有啥物款的影响？啊，等伊起变完了，才看会出来。总讲一句，有歹无好。阿娘，咱先莫烦恼这，那龙脉去用断去，到时阵，规台湾拢会受到影响的。啊！卡叔讲，予日本人霸占台湾，迄个时阵哦，就算讲阿爹的洪水地搁伫个，那恁嘛无啥物意义啊。无唔对，咱一定要守护掉，绝对袂用予日本人哦，都霸占去。李阿哥呀，你啊较紧找到正确的位置，咱唔只好好保护龙脉，袂当予日本人破坏。我当然嘛知影，我今物搁伫旁边咧找咧。你伫山谷看起来是地势上复杂的所在啊，长龙脉位置应该伫遐附近，我先来看卖。哦，我跟你做伙来去啦。小姐阿姨，朋友吼，啊你搁带人来创啥？歹势啦，啊我就想讲，应该是恁原装酒精哦，生理上好，伤过无用啊，再无时间处理这款小事。我才会自己大主大义，替您找人来处理这件代志。你放心啦，所为所费啊，我替您出，你唔免烦恼。好大你试看卖。我有啥物好无大呀？啊，我知影啦，就这而已。你是烦恼讲我替您出钱，阮阿爹阿娘会甲我骂是无？你做你放心啦，把人斗三工，这是好事呢。伊唔那么骂我，而且过加恶劳。方玉红，有阮伫个，你莫小想讲要动着我阿爹洪水地啊！彩华，你嘛较讲一下道理好不好？啊，这地是我的，正经哦，无得用。我阿元一个大地主，当然无话通讲。啊，不过我讲过啊，即马我要提来种地米啊，啊恁哥哥无要迁走，啊你真正讲袂得过。好，准公这块地是你的，安尼你讲爱偌济，我甲你买起来用哩无？水，就这伊，那处理代志，就要像你赶快这样水开。好啊，偌济？
剩一支镜头啊，是啥物意思啊？哦，我知影啊，一两银哦。阿三，一两银给伊。哦。提起金线。才华，这我真正替你阿娘给你命啊！你真正就不好诶。原来恁阿爹都敢那计达一两啊！无一百两。哇！马上就加一百倍啊！就这伊，还是你较看到恁阿水，还是讲这一百两哦？恐惊也是无够。拿出一千两，敢讲你要值一万两？唔对，还是无够。我要十万两。十万两？我你咧气笑？陈夫人，别跟伊讲安尼做啦，伊根本是跟你装笑的。朋友，还是你较巧。其实这地哦，我根本就无想要卖。朋友吼，你是头壳歹去啊！你讲你要用这块地来种茶米，又搁奇怪，我阿爹风水地也无偌大，你种茶米是会当赚偌济钱？我阿娘已经出一千两啊，你竟然还搁唔肯卖？那你搞怪。我不爱卖就是不爱卖啊！我就是爱恁阿爹钱做，我才较到时阵，恁庄家会当活摇摆。我看你根本就是存心针对阮庄家来的嘛。那是有干哪？就是阿姨，那要怪，要怪你当初无要甲招牌卖给我。想袂到招牌就用这招，真有够卑鄙！笨手，呸！做你妈不要紧啦，规日我今日就是要迁走。好，那你试看卖啊！你若要安尼做，就唔通带念讲哦，我无顾着咱较早厝边的情分哦。我平头甲你废话啊！动手！不准叮当！卖菜！动手！敢动看卖！啪！为你好朋友提到你巴肚，总算解出来啊！原来日本人长龙妹，甲浩太太做外机是同一个所在。我跟他说，李勇，是，小胆子。方一峰，你一直踮遐作乱，你是毋是要暗藏啥？哼！刚才是日本人已经准备要长龙妹，所以方一峰即马用的是调虎离山。没错，规章好好。朋友，您赶紧去做事，这几个吼，交给我一个应付就好。好，行。来啊，看什么人敢来破坏我奶奶好兄弟！这就是长龙的正确的位置。长龙妹施行已到，伊是哈啦，坦纳卡，顶即刻动手长龙妹。嗨！哎，
弟，你看，迄地人哦，比我做阿基的所在创啊！啊，系啊啦，因是不是要抢迄风水宝地啊？嘿，不应该啦！喂，你在创啊？喂喂，你你在创啊？我跟你讲哦，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是我做阿基的所在。我不准恁哦，你家在搞乱哦。卡叔讲哦，你若爱好的风水宝地哦，赶紧去找啊！你两个卖菜，继续。哎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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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这个恶人精啊！恶我的话机，搁恶我地下鬼啊卡！我看你根本就是哦，要破坏我的话机，破坏我的好运。抢走我的风水宝地啦！啊，阿仔啊，我看，因敢那是日本人呢，敢会参照朋友所讲的，因是要来吃破坏地理风水的。嗯。阿弟，你爱讲假，我该怎可能呢？我看，咱还是先来选较妥当。哎，别晒啦，阿弟。这是我做瓦器的所在呢，啊，咱若离开，我瓦器就乌有啊，啊，好运无无去啊，不行的啦，我死嘛要保护我的好运，哎，我跟你讲哦，你若继续在这乌，我就无客气啊，哇呀，你别搞错错，哎，我来讲，伊是好啦，田纳卡，应动手啊！是。大家紧嘞，咱们肯定袂赴啊！系啊，伊要动手啊！朋友，恁想要做阵嘛袂赴啊？计划总算是成功啊！等我死心，你两个赶紧等六妹。嗨，唐啊，让开！呀！奇怪，六妹若是回去，应该会无抓水出来，这里表示六妹出货，现在无抓水冒出来，敢讲是为滴唔对，还是请你以防动脚手？组长，伊嘛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咱也赶紧找出，嫌过咱拢唔捌风水地理。朋友已经来啊，咱袂用阁留在遮，全部的人即刻离开。嘿。我记，惨啊，咱嘛一卡波，伊已得起来。正龙，嘿嘿，真行哦。嗯，哎，我阿仔，阿仔咧，阿仔啊，阿仔你有要紧话？我的忘记拉去啊！你忘记是拉去倒位啦？拉去呀！我袂用让伊发现，我真正甲日本人长寿命有关系，但即摆无人注意，还是赶紧离开。都只拢看过啊，麻疹已经拍入去血内面，啊，不过血无出血，这就代表龙脉再无成啊。朋友，你讲龙脉出血？嗯，龙脉血就是头盖不注意转出来啊，边啊拢是大，水都摸不出来，
这就是当讲，龙脉无叫我破坏掉，甲当初同款好好诶。未来哥呀，你确定龙脉要断的位置都伫遮？无唔对啊，就是伫遮。啊，应用的方法嘛对。对。敢讲这条龙是铁派的，拢袂歹哦。一定是拄只地震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刷位啊呢。龙脉刷位，朋友，你敢会当确定？即马只个地势，到顶摆来观察时阵，已经完全无相像啊。地震的关系，造成走山，外表看起来变化这么大，那讲到土地下骹变动是一定更加大的。所以讲，日本人的木桩根本无顶着龙脉。无唔对啊，就是安尼。好佳哉，虽然讲咱袂赴汤阿阻止，也毋过阿哥有天公伯啊，汤阿保庇咱台湾的龙脉。那呢，咱就唔免烦恼日本人来破坏龙脉，摆咱的风水啊。虽然这个龙脉闪过危机啊，啊唔过地动的关系，旧的位置甲新的位置应该差无偌济，咱要赶紧找着。啊。那呢，也是袂当放心哦。至少那有更加侪时间，会当做到因啦。袂，我袂救啊！我去，我袂救啊！我去啊！曾友仔，你若想要死就落去啦。啊，那边地势遐尼危险，拄则过地震过呢，你落去绝对是无命啦。啊，是讲哦，你也毋是啥物好人啦。啊，你若是真正要落去，你就落去啦，我袂阁甲你阻挡啊啦。阿仔啊，你千万袂用落去。你若是出什么代志吼，你叫阿爹一个人是要安怎？明仔就要无啊，搁做啥物滑稽啦？我唔管啦，我要叫我滑稽啊！你莫去甲阿基落去啦。你敢真是要落去？好大仔，你敢知影你的滑稽大概倒位去啊？你刷卡袂卡啦？我看是跑落去晒困啦。你无可能落去的啦！你明明下手去找你的外机，阿舅啊，为即马开始你家己好好保重的呢。你即马运势变甲愈来愈衰啦。曾友仔，阿弟就认命，阿衰命，看也无命。至少你已经好运过啊，偷笑啊啦。我白叫，早都放弃哦，要等待我阿爸风水地啦。啊！为什么哦？最后是我活起去，我活起来，我不管啦。好大财啊！好大财！为什么开始你爱甲庄老爷加做善事，加做功德啦？才会当消灾解厄，水运变好运。安行。阿爹，今晚要安怎啊？做些走路，等了没？我也未行动。你也未行动？这件代志这么重要，等了没？就等于是败地理，地理一败，安尼影响真大。安尼对西乡要侵占台湾，是真有利的。我将电布交予多多爷进前，有请画师将伊辛苦的请你画落来，而且我嘛请朋友斗相共。找出正确的位置，不过到今嘛，我也无伊的消息，所以我嘛唔知道要去倒位去阻止。朋友伊要风水地理，我唔对。也唔过今嘛时间真紧急，子路已经提着完整的请你，我相信伊真紧就开始行动啊。那无时间去等朋友啊，今嘛上重要的就是来监视小河湖，等甲伊开始行动，咱就出面来阻止。看来嘛只有安尼啊。好，我带你去监视上湖，
呀，哎呀，你都没，李队，管老板马上去干代志，你甲讲，唔免顾虑。朋友，是不是你已经找到那个位置啊？我已经找到位置啊，阿姆我慢一脚步啊，助理已经传了，去破坏两妹。这么紧？是啊，第二红破坏，所以我认真紧来当亲戚代管，来赶紧想一个办法来做动。你是卖着急，伊无完全破坏掉。什么意思？都叫地动，您敢无发现着？有啊，刚刚西乡行动失败，甲地动有关系？无唔对，拄则伊企图要破坏地理时阵，拄好拄着地动。啊，若地动，就会影响到龙脉刷位的。就算我即摆切掉一只刀，也无一定能找到正确位置。你确定伊无成功？当然，所以龙脉是藏在山中的下骹水脉。卡斯公那两面将破坏掉，咱的涂卡对不水钻出来，啊！不过个现场是拢冇看无嘞，这个表示讲伊这个行动完全冇成功。很听起来，你真正把洪水地理？当然啦，这个是咱错，才会让因开始行动。因为地动的关系，阻止着因的行动。啊，不过这个地动，和位置所位啊，甲原本的位置，应该是讲差真远啦。咱还是较细致的，啊，提因来过来破坏。从即马开始，咱一定要特别注意，绝对袂当让因有搁一个行动的机会。要若无，后果都不堪设想。我嘛会禀告统领，加强对上好的监视。我会赶紧找到新的位置。好，大家分头进行，我先来去。老李，你处理村内这些后事，我都来。因若是会当来的话，做生意啊，绝对是比我较厉害。佮真敢讲，我袂甲正文斗相共。大早就讲起啊啦，迄是二兄坚持要家己办，叫阮回去店内斗个生意啊。你真正当作我就无情啊？我真歹讲诶，我实在你才无话讲。哎，简老板，你来，嘉泽。简老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哎，免介绍，我做无用。找我来有什么代志，跟我讲的。你什么态度啊？哈，简老板，既然是安尼，我就直接讲啊。土团的介绍啊，你雄雄要去，一去就去三下。这件代志是不是当请金老板搁考虑一下？没，要考虑啥？金老板，这跟你之前讲的无同款的。你即摆安尼起价，阮一抓日本来回，都加几落百两的成本，这个生意根本无得做。歹势，会当做袂当做，那是你的代志，跟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做生意嘛，鱼帮水，水帮鱼，这个道理你应该知影。我若无生意通做，对你来讲也无好处。所以起价的代志，是不是当请金老板详细考虑一下？哼，即马大稻田，会当讲是一片的好光景。迄码头的商船啊，坐甲客袂落啦。土炭会当讲需求量哦，大甲我袂富翁呢。就算我起三成。同款嘛，接袂离。啊，你若无愿意买啊，拄好，嘿，随在你，无勉强。
你是咧嚣白啥？我看你歹人了啦！啊，你是要用硬就对了，随时防备。好啊，甲恁别出来。阿妹，少侠，坐好。金老板，歹势哦，阿妹的个性就是安尼，有较冲动，得罪啊。我希望金老板待人有待用，卖甲伊计较。卖甲我讲遐有话无话，我卡拄好讲话，随时防备。金老板啊，做生意也是要以和为贵呢。好啦，卖讲这侪，这妥妥介绍，你是不是会当？安尼啦，你也感觉讲去三城你无满意，啊无去四城，啊四城若无满意哦，去五城。过去用唱较紧啊，唱，我若唱会过恁啊，唱是恁专门的呢。金老板，你讲这话什么意思？我来听我。啊，话敢着讲到遐明？英华洋行的冯老板有甲我讲啊，在座过去啊，拢是海贼出身的啦。啊，若要爱什么物件吼，用唱的较惯势。本来我是无啥要相信，哎，起码我相信啊！哦，迄买卖若讲袂成哦，无下恁的，当刀啊配面的，哎，敢讲这土炭若起价，恁买袂起，我那要用抢的啊！你上好莫相信彭英华的话，更加莫提伊的话来跟我讲，要若无，我惊我会无法度控制我家己。你即马是咧甲我威胁？我唔是威胁你，我是咧甲你好好讲。你若是要继续相信伊的话，我惊我心情会不好，会影响到咱做生意的结果。甲我讲生意，你也无够格哩！你当作你安穿甲规身躯，就用甲我边悬边端，哼！也早哩啦，拗土未掉边。海产吼，就算你个控制现金的，嘛是海产。我本来就袂瘾甲恁做生意啊！即摆吼，莫讲三成啦，就算加卖予我，我嘛无卖予你啊啦！你即摆就是要吃我狗狗就对啊！歹势，我即摆唔呐要吃你狗狗，阁要架死你啊！不然啊，即届吼。真是家在有这个地头，咱若无，我真有可能成为咱台湾的罪人啦。下当把三夫人救出来，搁无何主任骨骼成功，嘛真欢喜啦。也毋过，国民会的统领，把迄个日本的特务交出来，这种无顾大局的做法，我也是无法度认同。我了解你的意思，希望你唔通怪我。警察见。哎呀！安怎？不是讲随时防备？来，我袂啊！慢，啊，彭英华讲阮是海贼，你着相信。啊，即摆我讲伊是土匪，你敢是无？啊！你敢是白话够有村的哈？阿嬷，别个怕。阿妹，哎呦呀！金老板，今仔日是你家己讨赔的，我好声好泪委屈求财，想要跟你好好讲生理，你却目中无人，讲话口说话，还阁叫你的人出手拍我，我唔对，我会出性格。你认为我无资格跟你敲白大，跟你做伙做生理，我拢不要紧，也唔过我嘛要你知影。
我林大人做生意，靠的都是两个字：诚信。我讲句实情，讲话算话。那你见利忘义，讲话无算话，干那这点我都无得忍受。无守信用，雄雄起价，我硬逼阮接受。我跟你讲，都是讲大条条，所有的拖沓生意，都干那你一个人的，我嘛袂甲你买。我感觉加开一寡钱，我为登山一边买，因为我买的不是拖沓，是诚信。我讲的话，你给我听清楚。有啦，听清楚啦。杨龙走，叫你走。董老板，关老板，拍摄，我不应该在天水楼跟小帕，这所有损失算我的啊。阿娘，其实这不能完全怪大丁啊，是对方先动手的。我不管是什么人先动手，既然了代志的人都跟他剩一个人在家，我当然嘛要找死。对，找我找，关老板你放心，我已经负责到底了。现在就拍摄了，啊，那无其他的代志哦，我先来去啊。林老板，有一挂代志想要跟你请教，唔知有闲无啊？陶老板，唔知啊，你有啥物指教？指教是唔敢，也唔过头拄啊，听你讲遐话哦，我真佩服，一定是恁家啊！迄个陈老板应该是家己去委托团的生意人，我唔对，迄个陈老板无守信用，乌白起价，害阮的成本增加，阮一抓船安尼日本来回，加几落百两的成本出来咧。根本都无利润啊！我这生意是要哪做去？所以我才想讲，又一出来好好参详啊！啊，想不到，想不到结果都是你独家看到安尼。自从官方这个拖团结束以后，都敢那剩私有的拖团，或者私有拖团的人啊。无法无天，乌白的话题啊！要唔过，孙虎大人哦，最近要重新来开采咱台湾的土炭，而且要委托民间来开采。听讲最近哦，都要招标咧。那呢，唔是更加害？这开采权，那是由陈老板，还是彭英华一定人提起？以后的土炭一定更加贵。阮的货运行李，他们都免做啊。是啊，所以我唔只想吼，别去投标。唔知阿林老板有兴趣斗阵去无？当然有兴趣啊！啊，是讲唔知爱摕偌济钱出来吼？而且我唔知我摕出来嘛。这个代志你都免烦恼咧，钱唔是问题。钱拢我出，这哪会用得啦？讲实在啊，最近啊，我厝内有一挂代志咧，真无顺遂啦。原本我无想要插这个代志，但我想想者，这个土炭是民生必需品，卡输脑海啊，感想第一经营，乌白的化解，安尼咱台湾的百姓才凄惨嘛。所以我才想讲吼，要甲摕来做。啊，拄好你嘛想要妥妥。我再讲，啊，你搁知影“诚信”这两字呢？这两字就是生意人的性命。所以我唔才想要甲你合作。钱，我出。
经营这方面啊，也得考虑啊。嗯？杜老爷，哎，你无去也嘛好。好，郭林大弟，心甘情愿替杜老板打起这个仗。哎，安尼，明仔咱也去提表单，三天以后来去表看卖，啊，好。我已经打电报给西国三嘛，向伊报告咱这届失败啊！我不懂，我明明已经按照刺青标识的位置进行破坏，那这下该得给他再挡的是卡。详细原因我无甚了解，毕竟这关系到风水地理的方面，咱所得有限。可是，西国三嘛交付的任务。又搞砸！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像过几摆失败，不是咱的问题。我相信蔡国三嘛，应该袂怪罪咱。支部长，我们这次任务会失败，是不是因为地震的关系？そうか。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我曾经听说过，地震可能影响龙脉的位置。嗯，地震应该是为你合理的解释。为了这个行动，咱费了遐尼大的精神，想不到就得要成功啊，竟然发生这款代志。而且现在光明会的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了，接下来任务可能会更困难重重。なんとしても。也要完成西国様交付的任务。もちろん。でも後座的行動一定会拄到更加大的阻碍，但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是。是。这是什么？收到塞口三马回复的电报。是不是？さすが塞口三马，果然一早就已经想到啊。是啥？西国様の指示は。西国様、海野軍師亲身出马来台湾啊。军师，支部长指的是欧美奥吉阿西亚様。嗯，それだけじゃなく、阿京様早就已经夜观清秀，有了地当会地疏良梅刷位。所以，伊早就已经出发来甲台湾协助咱，刷落来伊会帮助咱重新找到良美位置。这样，阿夏什么已经到台湾了？那照电报上的指示，伊应该已经来甲台湾啊。咱来赶紧出发去迎接伊。是是。西国三马命令，要来供应阿西亚三马。Thank you.
啊，吓什么？啊，吓什么？赛狗萨玛，对于你们三人的任务执行力极不满意，特地派我来看着你们。我希望别给我再没事。狗剑是失败者才会讲的话，以后我不想会听到。嗨，下，请阿西亚什么跟我们前往松鹤屋。阿西那克迪，我第一次来到大道城，不知道这里跟唐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到处看看。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松鹤屋。阿夏什么？松鹤的位置是在？大丈夫，我走了。安尼生啦，阿爹看你安尼哦，心肝头会艰苦呢。好啊啦，卖阁遮尔恶作啦，吼、哦。就算讲你做外机遐物件，即卖是待伫咧西区吼，你家家是甲以前同款，行衰啊文明啦，未阁愈来愈衰啦，卖烦恼啦吼、哦。阿爹，我就是惊吼，会比之前阁较衰啦。袂啦袂啦，啊上济是比阿爹。加水安尼一疏疏啦尔啦，你想看嘛？阿爹都已经水几啊十年啊，甲当嘛是好好活在这世间啊，也无衰死啊。什么？会比你搁较衰一疏疏尔？好阿爹，你拢衰几十年啊呢？啊衰到拢惯死啊嘞！我即摆来甲你同款衰哦，我过去哦，我过去就跳自杀啦。无咯，阿仔啊。阿爹，这嘛是咧安慰你，咧苦劝你，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呢。你稍等下再甲安慰。来坐啦。嗯。你啥？头家。这今朝一批偌济？我七块卖哦。阿仔啊，你等者，我要食今朝。好，三千。头家，钱来吃。多谢。阿仔啊，阿爹吼，拄只是要安慰你啦。你好容易安慰人啊！你讲这种话，敢会听着？是的啦，阿爹吼，讲话较含慢，你莫怪阿爹啦。哦，对啦，迄个朋友哦。一定是想要甲你吓惊啦！伊才安尼胡白乱讲话啦。阿仔，啊，什么代志哦？你都要想对好的方向去，知影无？啊，你先嘛，你看，不是规丛好好徛咧，才食香蕉，啊，无什么代志发生啊，无比以前较衰对无？阿爹，你讲了有道理啊。我今嘛规丛好好，而且咧食香蕉，啊，无发生什么代志啊？一定是朋友迄个白目狗，跳过伊要甲迄件，对无？对。啊！阿仔，哎呦，你有安怎无？要紧无啦？等下，等下，阿爹，我坐坐足疼。哦。我先坐坐，先坐坐。阿爹，你过去哦，我忘记哦，做你迄个风水宝地哦，走路路捡着银两呢。啊，今嘛哦。我去带你西区咯，行路路去带着金蕉皮，害我跌倒，足痛的啦！这，阿仔，这是脚合啦。哎，你会记无？你还袂做滑稽之前吼，你嘛常常行路跌倒啊，这无准算啦，无准算无代志啦吼。对哦，这一定是脚合哦。对，哦，
我袂使哦，迄个白目搞影响着，卡面哦，我愈来愈衰。我先，不要紧吧？哦，脚掌骨断一个，两骨拢歪去。哎呦，哎呀，哎呦，你来我行到爸爸倒来。我知，你卖阁讲啊！我知你要讲这是一个卡盒，我袂使吼，这个小小困难哦，去阻碍着。我紧，袂好影响。进去。哦，不要紧无啦，我都疼，脚都破。阿弟啊，嗯，做胖的呢，我不都腰啊啦。哦，还有一个米蛋。喂，阿多好。阿弟啊，嗯，咱无闲规工哦，拢无食着米啊，无食一碗米好不好？好啊好啊，当然嘛好。好，你讲阿弟嘛做腰的，阿无咱食饱再来等。好。头家，哦，两碗菜阿面啦，谁人吼？谁人吼？哦，哦，天啊！慢慢坐，慢慢坐，哈，好，好，好。头家，阿哥两盘小菜吼。好，来，小菜来，好，你谁来哈？好好。阿仔啊，啊你吃物件哦，妈有一个款啊，你即摆已经遮大汉啦，啊留一寡红汤听，知影无？啊好，啊等下卖讲你吼，你赶紧吃，你赶紧吃，拜托你吃啦，来，你来吼，谢谢。好，谁来哈？真溜！阿弟啊，这边哦，好我请，我都不相信哦，我会这么衰。钱呢？你拌第三摆，进去啦！啊，跌落滑稽，是去掠贼啦，是去掠贼啦！掠贼咯，掠贼！等等等，恁两个啊，恁两个面食了也无付钱，还是要吃免钱的是不？无咯，头家，我甲你讲哦，我这迄个是真理碗的，伊偷摕我的钱呢。对啦，头家，恁先头阮去掠迄真理碗啦。会用的啊，钱起来，我带你去掠真理碗啊。嚯，头家你真固执呢，拄只我吼偷摕的钱哦，我来甲吐转来。会使付你几十万的面子啦，到时哦，未减乎你哦，一息五厘啦。哎呦，听多啊啦，这个月吼，吃免钱的吼，有够的是讲这个理由啦。那，买来这套，钱起来。无吼，我带你。哎，你钱，你钱。来来来，你们这差不多。阿仔，行啦。等你。哎。这碗金蕉嘞，一样可以，可以啦。好在在水温已经开始了 ，very bad，very bad。
一个人竟然能衰到安尼，真正有够可怜的呢。哦，我看哦，以后卖叫好大财啦，叫衰尾财啦。阿仔，啥话啦？阿爹跟你讲。啊你不知道啊阿姐你误会了啦我刚才给你叫你来所以不会在跟台湾弄啊想一个风水影响会那么大呢不对风水真的不能不相信哼那当然的啦风水是几千年留下来的学问的不是说天气就能漂变的阿仔啊你今仔打到金蕉皮哦，已经跋倒三摆啊！啊，拄只佫敢弄着，加起来四摆啊呢！我看你莫佫退去啊，咱赶紧倒转来休困啦！阿弟啊，这毋是这个原因咩？迄是遮个人哦，拢无公德心啦！食金蕉，乱打金蕉皮啦！我甲你讲啊，阿弟啊，我若变有钱了，我就第一个去买官，我就先规定讲哦。你大丈丁内底哦，拢未使甲我食鸡酒。哎呦，阿仔，即卖是你又搁开始在惊水啊运啊，甲金钟皮有啥物关系啦？哼，你唔信？阿爹，惊老路未去打着金钟皮。哎呦，哦。阿爹，你讲了无唔对啦。你无打着金蕉皮啦，但是你打着我的金蕉啦，你比我比较衰，就是啊。阿仔，你搁唔甲阿爹扶起来，搁点咩笑？哎呦！哦对哦，嘿嘿嘿。哦，大。哎、欸，阿爹，你跋倒哦，我无跋倒哦。那是天公伯的意思呢，啊！你跋倒了哦，天公伯啊，劈一个明白给我呢，嘿，那就是大啦。来，啊！你搁拍你啊创啊？你搁唔紧起来提钱给我？哦，你要提钱创啥货啦？阿爹啊，我对阿讲过啊，那天公伯啊，劈明白给咱呢，我即马哦，要去交警哦，木叫啊，好啊，地大对你啊。阿仔啊，你今仔是咪头壳伤歹去啊啦？你顶届哦，跋输遐尼侪滚溜，你袂记得迄个教训啊，是无？我唔管啦，你钱摕来啦。袂用的，你若要跋跤哦，我是唔肯我你钱啦。阿姐，是嘞是嘞是嘞。我跟你讲声笑话啦，非得哦跋跤也袂变好个啊。啊，这么暗嘛哦，无咱先回来休困啦，吼。你安尼讲就对啊。卖规工个头壳哦，在想一挂有诶无诶代志，知影无？哦哟，嘿，阿仔，唔通去跋筊啦，阿仔啊！啊啊啊！哦，好嘞，阿仔。阿仔，你去跋筊呢？有好戏通看哦。是啊，咱紧带去看。你这里着急啦。才给他一间教堂尔，咱豆豆啊行就用啊。好，你若不是我的后生哦，我着报官府把你抓起来。阿爹，阿爹也这当生啊？啊，照坐是安怎？啊，以后我着顺应你啊。好，啊，你敢真正要搬？迄白骨公哦，你的外景即摆是不是代表代替西区嘛？唔知影，确定要搬？阿爹，我跟你讲啊，我才袂哦，朋友迄个白目给我看衰哩。哼，伊安尼讲哦。我今日就是要来看卖啊！我八字偌重，我提高我囝呢，我着吼一定要命做好诶，才袂来看衰。哈！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不会啊！我真正要搬呢，这是天气诶啊！
咱点点啊看就好了。好，你酒哦，这开啊，好，你酒哦。知啊。先把阿爹来等啦，今仔你个水啊运过哦，你要搬再来搬啦。阿爹，哦，你也真固执啦。天公伯拢报明白给咱啊嘞，我啦地大一定赢啦。接接接接接接接。好哩。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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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知影，一定哦，是恁听着我咧报名牌啊，在生我的面头前地大，我就是叫恁带衰啦。嗯，安尼谢谢点啦。哦，来，带好你酒，带好你酒。我都唔相信。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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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都是要带衰啦，爷们啊，咱大家啊，看伊要带什么？我咧讲哦，都要看详细看的，哎呦，怪的，带衰的。好好好。啊，人去啊，大家唔要紧带。嗯。啊，你看我创啊？哦，你都无打他家地的哦，无紧啊，唔加多好尔。我都不相信。哼！啊！恁这人哦，跳高要跟我作对就对啊啦吼！最后离手哦，要开啊哦！哎，稍等稍等，这边别搞。你是在看啥？这是交警，你伫遐看风景哦。然后叫小来只白鼠爷。哦，对对对对对，哎，落下白骨啦。那侬面顶都已经出现了，对唔？警地啦。哦，是是是。哈哈哈哈好，我都唔相信啦，你绝对拢未开大啦。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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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我嘛要得，啊！就老爷，你唔着较紧嘞。阿弟啊，你当嘛？阿弟坐咧丢丢啥？弟是较妥当啦，我袂较厉害啦。嗯。弟好，李秀，要开啊哦。阿仔啊。嗯。李碧玉啦。阿弟要弟是好。哎，好，李叔，别开啊，别开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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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是，是，这时阵你要听我啊！无啦，这阿爹地细，阿你地大吼，阿你都袂有输赢，阿袂有输赢，咱都袂输钱啊啦！嗯，啊来交警就是来拼输赢，啊你又唔拼输赢，你来交警要创啥？开，幺幺二四点四。阿爹，吼，连你都跟我作对的，咱是同一个，爱共进退的。阿仔啊，明仔这斗哦，阿爹要跌落去啊，啊，若无你一直跌大，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输到咱连大客栈的钱拢无啊！哎，我去，啊，你先我继续话，继续话。来啦，人讲的哦，交警无白加钱啦。就是讲，像你这阿爹啦，无情无义无血无目屎啦，你若要搬，你家去搬啦，我袂硬啦，哈！阿仔，是咪仔啊？哎，唔是，曾少爷，嗯，哎，拜托你，继续搬啦。曾少爷，你看。大家拢需要你留落来做明灯啊！大家讲对吗？对对对对对对！阿板哥啊，我知影恁大家吼，拢把我看作是笑话啦，哼！哎呦，我哪有把你当作是笑话？我是把你当作财神爷呢！对啊对啊对啊，你是财神爷呢！哎，大家啊，我讲一句公道话啦吼，
啊，我的后生伊直接做面顶啦，爱读到拢安尼博安尼输哦，是需要成本的啦。啊，恁大家拢赢，拢足欢喜的对不？啊，伊一个人一直输，安尼无道理啦吼。曾老爷，啊，其实这真简单啦，只要有赢钱哦，一定互恁食红啦。嗯，来讲好无？对。啊，今日哦是曾少爷好心做面顶啦。啊，大家哦，若是无去食红哦，我就对伊无客气哦。啊，一定的啦，一定的啦。我咧安排，应该哦。阿仔啊，嗯，我伫遐拜托你，为着咱的生活费，为着咱爸仔囝将来，你继续活无？拜托你啦。哪有人安尼啦？拜托啦，拜托，拜托。当时才这么衰，哦，伊个师傅够厉害的啊！我叫曾有才，啊，无变有钱啊！叫什么曾有才，拢骗人的啊！啊，你敢有钱？嗯，哎呀，难怪，啊，你唔是同款，你叫落脚，啊，脚这么短，啊，至少我有脚，啊，你咧？唔来，我来无，你看我冇脚。你真正足白目个咧！我真正无想要甲你讲，我来继续甲你讲，何你为着后代，那么为着白目啊？哎呀哎呀哎！你这个鞋啊，当归！我来你讲哦，我看你袂爽已经一久啊！今日老叫嚣，咱今日你只电锅机，好啊！什么电锅机啊？你别拍过来啊！我跟你讲实话啦，别听他讲笑话。卖错卖错卖错，好大仔啊！你若是无想要衰一世人哦，你就听阮少爷的，啊，加做好代志，加讲好话，加积阴德，啊，你们才有贵人甲你帮助。嗯，好大仔，我看你遐衰哦，我也想要甲你提醒一下。啊，你出门哦，莫去卡到迄种会破的物件啊，尤其是古董啦。啊，你做经验的衰，迄古董一定互你弄破啦。啊，钱哦，嘛莫提啦，因为你会胖去。啊，刀哦，嘛莫提，因为你会拄着家己。啊，无代志吼，你就咧做就好啊啦，因为你会跌倒啦。哼哎，啊，听你安尼讲哦，啊，我会使做啥？哎呦，啥物拢卖做，咧厝休困就好。对对对对对，恁讲的足有道理的，阿仔啊。嗯。我应该说多些。阿弟啊，你是头壳歹去哦，你来到即摆哦，替这两个扑龙狗咧讲话啊。啊，搁有啊！你甲伊同款的，日娇竟甲当作面顶来趁钱，啊，世间上哪有像你种阿爹，哎，帮助外口人来欺负家己后生？无啦，阿爹无甲你欺负啦。啊，因讲的哦，拢是为着你好啊。嗯。啊，因两个是足好足好的人呢，人是为着你好，唔知安尼讲对不？啊，而且哦，拄只落脚的，有教阿爹，阿爹唔知会当咧娇竟赢钱。吼，我以前拢无想着讲。你开始行衰运哦，还有这种好处呢。嗯，啊，曾老爷，你看好歹在变衰，你嘛有钱通赚，所以你之前哦根本就无应该叫曾夫人陈总啊。对对对对对，嗯，其实之前哦根本就无需要去找迄个什么风水宝地啦，啊，清清彩彩哦找一个西裤，替阿仔做瓦机，拢同款的意思啊。哥，气死我！好，阿爹。啊！你来讲这种话啦，好，啊好啊，今日恁拢靠我吼，大赚钱啊，加我了钱尔，好，恁若无给我吃红哦，啊，敢会要孝顺我哦，替恁去交警做面顶，给恁大赚钱啊，哼！曾少爷，嗯，我讲会到做会到啦，啊，这是小看意思。曾少爷，嗯，啊，为今开始哦。你就是我拜过的好朋友啦，啊，会记哦，
我该去叫伊爱找我。哦，阿弟啊，你看，因何这呢一只吃红呢？好，自家开始哦，咱就是好朋友。你放心啦，后边哦去交警哦，我带你去。多谢。再见哦，还是放给阿弟吃较好。唔爱啦，为什么？你这么衰到这个型的，辛苦没带钱，还无点米哦，这钱又搁放进去。阿弟，我无爱你好讲啊，你袂少想要骗我钱哦。阿弟无要骗你钱，这钱放阿弟这较保险嘛。你袂来骗我钱，你阿弟，哦，你看衰到这个型的啦，一天是要跋几摆啦？这边跋了有吃力的，够衰啦。啊！多才赚到钱，今麦就要提去看大夫。哎，陈少爷，陈少爷，你今麦咱摔得这严重啦，我等下吼，阿爹带你去通下看大夫啦。哼！嘿，你这人唔那一了奇怪，你的人更加奇怪，一个人好好在你的面头前搬落去。你竟然无动真心甲扶起來，搁伫遐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厄运催神，灾难灾星，扫秋星，脚头乌乌青乌青，两眼灰金星。你选择你家己。喂，你唔才催神啦！我甲你讲啦，一定就是因为你离家，我唔才离家跋倒的。你运动发火，面泛红。眼回发，两逆成电，这根本就是衰到尽头。啊，不过你放心，这才拄开始尔，以后才会更加凄惨。可啊！你竟然讲我是衰神五日啊！你害本少爷生气，我都给你讨赔天。这是什么妖术？哇！这人功夫有够老，速度这么紧哦！我知，一定哦是我的头壳失败。哎，我跟你讲哦，你好歹就站在遐，卖叮当，给我摸一滚！爹生拢看无，哪有妖怪？真的啊！你的怪人后边有妖怪？哪有啥物件啦？哎，你是不是头壳歹去啊？好了仔，你是不是想要衰尾才看唔到啊？不是啦，你刚讲都无看到，迄个人边仔有一个妖怪，一直在咧踅来踅去啦。阿仔，你是不是头壳摔个歹去啊？啊，目睭嘛出问题啊！我紧，阿爹明仔载哦，带你去看大夫。我讲啊，足济你拢无看到，你无啊，一定伫遐说说。哦，啊无啊，哪有人咧说啦？迄个人吼，看起来是有淡薄仔神病，啊，不过伊嘛唔是妖怪啊。哟，哪有啥物妖怪啦？妈，一定是你无睏饱，等你睏一下就好啊啦。对咩？
啊，就算我真正有妖怪，啊，遐侪人也免惊啊。哦，你看，伊对你叫，啊，恐怖啦！你创啥？你阿爹在遐啦？哦，是的，阿爹有妖怪啊！等下。伊哪会知影我姓方？我天，我看哭了，都这样啊！我不要计较，我真的要乖了。这个人无简单，伊是谁？我知呀，我遵照阿爹的委婉，带小平。高爷，你还阁为出咱这代志在艰苦心？是啊，出咱这真是死狗狗冤枉的，还阁对付大人竟然都安尼个安啦，真正是有够欺人太甚。阿玲不是讲过，这款的结果对孙阿姐来讲，也是种解脱啦。你得放下，莫管为难你家己啊，好无？对啦，阿孙阿姐后事处理了怎？敢无需要阮到啥干所在？免啦，我阿爹讲。已经处理个差不多啊！李白，东阳大嫂，明，东阳大嫂，我今麦足紧张，啊，唔敢嘛足欢喜个啦，因为静环啊，静环，伊要来提亲啊。秋萍，你讲较等嘞，静环就要提亲啊？是啊，我无听唔对啦吼。无，你无听唔对啦。大兄大嫂，啊，恁是毋是嘛替我感觉足欢喜的啊？哎，秋萍，像我这件代志，我未甲阿妈家姐讲的呢。大兄，其实这是阿爸的意思，阿妈是春来姐的意思啦。春来姐希望我会当变成何家的新妇，阿爸伊嘛一直希望我赶紧嫁予静环啊。秋萍啊，还是讲阿爹、一个阿妈、三娘影，佮拢唔知影，安尼敢咪伤过紧啊？才不会嘞，大兄，阿你嘛知影，照咱台湾人的风俗，我甲建华嘛无伫咧百里来完婚，伫咧待三年呢。啊，等建华哦，修好修煞了，我才会当甲伊成亲呢。三年这么久，我就不会等呢。秋萍。我是伫咧烦恼啦，厝内边的人拢未心理准备，都互正华来提亲，啊，那万一……我才唔管！秋萍啊，大兄，我就是要嫁予正华，我唔管恁同意还是无同意，拢无得改变我的决心的啊！秋萍，恁阿兄的顾虑嘛无唔对啊，他做鬼难道发生遐尼济代志？田娘到今嘛还搁落底眠床顶，他的心内就已经真乱啊！你敢会当莫遐尼着急？到时阵我甲恁阿兄再找一个适合的时机去甲阿妈因讲。我无啊！
阿嫂，我着急。刚刚你要到阮阿兄的时阵，你就无着急吧？秋萍，恁阿嫂是为你设想呢？你来当就口气跟阿叔讲话啊？我敢讲唔对啊？秋萍，你莫误会，我只是想……我无想要听。大嫂，阿婉伊伫咧讲，要我甲正环伫咧巴黎来申请的时阵，你哪唔讲话啊？迄当阵你嘛伫个啊？阿你即马讲这一大堆有诶无诶，要来阻挡我甲正环的婚事？大嫂，我看哦，你根本就是无想要看到正环娶我，对无？因为你的心肝内还阁有正环，对无？秋萍。家辉是我家后，在心目中，敢若我这个红婿。阿兄，秋萍，阿妈的性地哦，你真清楚啦，什么代志拢照规矩来啦。啊，你甲正源私底下讲好，特别来找提亲啦。我相信，以这段时间内面哦，阿妈是不会接受的啦。阿兄，当初你要甲大嫂结婚的时阵，阿妈嘛真反对。厝内底的四大人无一个同意的，啊！不过迄当时，我伫咧替恁讲好话，敢讲恁拢袂记得啊？哈？大爷大嫂，我来甲恁讲遮，就是知影厝内底的四大一定会反对的，希望恁两个人会当替我讲几句好话。可是讲，你若是唔肯，就准倒煞啦。我家己去讲啊。秋萍，大兄，要嫁给正环，我一定决定啊！不管安怎，我就是要嫁。好啦，秋萍。阿婆，我跟你去啦。真是的，那安尼，恁敢袂替我讲好话啊？大兄大嫂，我就知影恁想听我啦。就好。另外，贾小姐，侯少爷来啊，正欢来啊。是。哎呀，正欢来啊，你快进来啦！请给钱。送礼哦，登门拜访应该是阮才对啊。啊，前一阵啊吼，啊李琴去互掠去，啊庆元惊我烦恼，啊拢无甲我讲，啊前两工啊才讲，我才知影啦。好咧，家在亲家咧出手相助，伊才会当平安啊咧倒转来，真多谢你哦。亲家妈，你想过客气啦。亲家伫大稻埕做人真成功啦。伊若受困难，真侪人嘛拢愿意出手给斗相共，何况咱是亲家啊！伊若受需要，我当然嘛尽力。咱两家吼会当结亲家吼，是阮的福气啦。来来来，啉一茶啦吼，这茶袂歹呢。啊，你若啉了介意吼，替我炸几斤啊，倒去泡哈。啊，多谢你。阿爹，阿娘，阿伟。阿爹，阿娘，阿伯你，静文。静文。好，厝的真久哦，无遮尔啊闹热啦。哎、欸，
安尼啦，我叫下骹手啦吼，去灶骹煮较青草咧。啊，你了留到遮食饭啦吼。千金妈，你唔通客气啦。其实吼，我今日来是有些代志，要甲大家参详者。哦，什么代志？请客做你讲啊。邓大夫，听你安尼讲，今日这代志敢那真慎重的款哦。是啦，有影有影。我今日来是要替静环来提亲啦。丽君甲淑婉，因都亲像姊妹仔共款。静环呢，我来去当作我家己的亲生后生共款。自细汉就看伊大汉，这个囡仔真高义，也真友好，是个真好的查甫囝。啊，啊，尤其吼，啊，天界静环出代志，变啊倒转来了后。伊规个人拢改变啊，唔呐变啊真捌代志，啊做代志真认真、真负责、真谨慎以外，爱情嘛嘛真会晓为未来来拍算。啊，啊上加可取的是，一个囡仔非常的友好。咱古早人有一句话讲：必善好为先。我连想讲，秋萍若是当嫁予静环，伊一定会足幸福的。阮静环吼，真正是足友好诶啦。虽然讲伊即卖为着事业伫外面无闲咧拍拼，啊，毋过吼，伊嘛是常常拢会倒来厝诶看我呢，啊，搁常常陪我出去外面四界行行。唉，是讲秋萍若真是有影会当嫁予阮静环，阮静环吼，伊嘛一定会好我友好恁诶。家己都毋知影是毋是当饲诶吧？我想要依靠啥？三夫人，这你都唔知啊。静环即马吼，虽然是拄拄开始咧做生意，但是伊的能力，甲伊遐尼拍拼吼，我相信以后生意一定愈做愈大，愈做愈安稳。就算有钱，有作为，想过安怎？搁哪讲，嘛是一个下骹手人的后生啊。三夫人，我知影，阮建怀那是娶秋萍吼，是真是名足高攀的啦。啊，不过吼，我都足介意秋萍的啦。我嘛感觉秋萍吼，甲我足有缘的，所以，唔才想讲你爱伊来做我的新妇。你放心啦，伊若真是名过来去阮何家吼，我绝对袂好受到委屈啦。大嫂，我是无这种门风的观念啦。而且我真欣赏静环这个少年人，是讲伊阿爹拄啊过身啦，阿弟这个时阵来讲亲情，敢不妥当？这是啦，亲家，决定这件代志吼，我确实。有较着急一点嘛，啊是讲吼，娶秋萍一摆做新妇，迄是春来的愿望了。小万则想讲，互这两个少年呢，伫百日来吼成亲，安尼吼，迄是台湾人的方式。哦，啊，大大夫，大嫂，我希望啊，这桩代志，希望啊。恁花一点仔时间，互我私底下，我甲秋萍这个囡仔参详看卖，以后再来做决定哦。啊，人伫遐讲哦，咱今日出行，女行嫁唔着翁，无论安怎讲，这嘛是少年人一世人的幸福。我无希望以后因会后悔。哦，当然当然，应该应该应该。阿爹，阿
爹，你讲有想要听我的想法，我即马就会当讲予你听啊。秋萍啊，莫紧啊，给我一点仔时间，我了解你心内到底有甚么款想法，再来做决定，吼。啊对啊，其实我的想法真简单，我就想要嫁予正焕尔啦，因为我知影伊一定会予我幸福的。阿爹，我看真侪遐大户人家的人，因的才华哦，甲能力拢无法度甲正焕比的啦。搁再讲，你拄则家己嘛讲啊，恁无注重门风的，敢毋是啊？而且我嘛无想要予遐个咧搞白条的啊。阿爹，我只是想要嫁予我心爱的人，我想要嫁予正焕啊。阿妈、阿爹、三娘，虽然讲正焕伊提亲哦有较赶啦，啊也毋过正焕伊人品确实是真好，还佫啊咱的秋萍嘛遮尼佮意伊啊。嗯，对啊。所以讲，是毋是门当户对根本就无重要啦，上重要的也是正焕佮秋萍是毋是真心相依爱啊。是啊，阿爹，我感觉哦，对两个真心相依的人来讲，迄婚礼哦，只是一个形式尔啦，无需要伤过浪费，愈简单愈好。搁再讲啊，啊，即马剩来一才拄过身尔，若是办到伤过车呀，安尼嘛无好啦。正焕，你讲对无？我真感谢秋萍，阮好家所做一切。另外，了在说做这段日子，若不是伊，我讲我娘也无法度阮阿爹，而且嘛无多完成我阿爹遗愿，就是因为秋萍，阮阿爹才无遗憾离开这个世界。郭俊焕，你讲话是真趣味，从头到尾我敢若听着讲，你是安那利用秋萍的善良。阿娘，你是安怎要误解正华意思啦？不是我误解伊的意思，是你家己看袂清楚。你还袂嫁入去好家，伊就利用你的关系做一大堆伊能力无法度做到的代志。阿娘，我已经甲你讲过啊，伊无利用我，迄拢是我心甘情愿要做的。你即马还袂甲伊成亲，你当然会讲心甘情愿啊。等你若成亲了。你唔知影伊会叫你做啥物代志，唔管做啥物，我拢是心甘情愿的。我劝你话，莫讲得伤早。啥物门当户对无重要，啥物心甘情愿，你自细汉到大汉，对前对后的脚手人唔知有几个，你从来毋捌伺候人的。你若嫁入去好家，死到根本就无下脚手人会当伺候你啦，因为伊本身哦就是下脚手人。别紧啊，我告告唔着。三夫人，你放心啦，阿秋萍若真想要嫁予阮正焕哦，我绝对袂甲当作下脚手人啦。就算你袂甲秋萍当作是下脚手人，要唔甲新妇所大家，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万一伊袂晓伺候人，无得好好照顾你这青梅大家。会去人讲做是歹媳妇，讲我袂晓嫁囝，啊死狗，阮道家面子是要举在底啊。我说，天下父母心啊，老母疼囝，应该会使体谅吼。头拄啊，有得失着你的所在，希望你莫见怪，莫放你心内哦。大老爷，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三夫人，伊无得罪坏所在啦。而且三夫人，伊讲了真对啦。我会当理解伊的顾虑，也佮伊对秋萍的担心。好啦，啊，既然三夫人都这么反对。要不，阮就大嫂，要千万唔当安尼啦。
这桩婚事，我唔是讲完全拢反对啦。劝我啊，查甫人哦，佮查甫人对婚事的看法本来就无同款啊。查甫人永远无查甫人考虑到遐尼啊详细啦。阿娘，建环是一个做代志无计较后果的人，当初才甲家辉相煞走，因的感情事哦，每个大场埕通人知。伊是看到家辉嫁入来咱杜家。就用心计较，想要有我秋萍。今仔来提亲，表面上是想要娶秋萍做某，谁知伊心肝内结什么算盘？阿娘，你哪会当安尼胡白讲话啊？你敢知影你安尼讲，侮辱偌济人啊？我侮辱啦！等你甲成亲了后，知影伊真正目的，是要接近家辉，迄才叫做侮辱啦！阿娘，哪拍歹咱杜家名声，连你的清白嘛不会离去，你知无？三娘，我想你是顾虑伤多啊啦。我信任家辉对我的感情，而且我相信建环是一个正人君子啊。我甲伊就像以前同款，是好兄弟，而且我两个之间无任何心结。大嫂啊，头拄啊。性格讲了无唔对啦，我真欣赏郑焕，伊安尼讲是一个正人君子。喏，正经哦，阮性格的代志哦，伊无顾伊家己性命来救伊，都凭这点，伊安尼讲是正港的查甫囝。所以我想吼，过去遐古古丁的代志，莫阁提起啊，啊。阿爹。你安尼讲的意思是，你答应啊？无，我会同意。你免想要嫁给何静环，是安怎？无是安怎？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阿卡叔讲，我一定要嫁的。但是我无爱和你嫁的。卡叔讲，你嫁我好嫁，那安尼我就不爱我啦。秋萍，秋萍。亲家，亲，真歹势啦！最近阮家吼发生真侪代志，啊，大家拢心情真无好啦。啊，美金房掠去，啊，你嘛所知影，伊的心情嘛真歹，啊，讲话吼较无分寸啦。请你都爱谅解吼。没啦没啦，亲家嘛，这个决定哦，阮想过冲动啦，是阮确实的，歹势歹势。也那是秋萍，甲郑环的婚事，阮才慢慢啊参详啦吼。是啦，陈大夫啊，我看这个代志哦，另讲再来讲。当然当然，那呢，无阮先离开。阿弟啊，我送你。顺家。好，来，请。こちらへどうぞ。来到底是什么人物？竟然伊是哈来真心替伊娶了，伊又果是为着什么代志来到这，甲此路见面？
道本身就是一件需要用心的事情，你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完成每个细节，绝不可轻忽任何地方，才能够泡出好茶来。南卡伊泰，科罗卡阿鲁纳拉，伊玛伊得伊哟。起面阿些什么？进前阮一段台湾地理的时阵，有拄了另外一群人的阻碍，为了避免同款的情形发生，咱必须要赶在因进前，重新找到龙脉的位置。比对方抢先找到龙脉又如何？若是心有杂念，三人不能齐心，到头来还是一场空。除非摒除心中杂念，有志一同，全心全意，方能完成大业。而你们之中，仍有一人心有挂碍。发生的事，我心中不会再有任何挂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其实我早就知道是谁在跟我们作对，其中还有一个懂得风水堪舆的人，他将会是影响我们能否尽速找到新龙脉位置的关键人物。请阿夏三妈指示，阮到底应该如何重新找到龙脉位置？开坛做法，逆天寻龙。不过虽说是逆天，还是要对天有所仰赖，所以必须等到天狗吃太阳的日子，因为太阳被遮掩，龙脉没有日光庇护，自然就无所遁形。届时我再开天眼，龙脉所在就一目了然。杨哥，要等到那天，不是要等很久？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昨日我夜观星象，发现三日之后正午时分，竟然就有这样的契机。我虽逆天，但天仍愿助我也。届时我将制定八卦、天地、日月、天罡下临，以护持我开坛做法。你们现在就去替我准备一应物品，以便我顺利开坛。嗨，わかりました。李师兄啦，关于开坛一切事宜，就全权交你负责。是。请问风声谁留名？这是有名。